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睿。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直播第九届衢州烂柯杯半决赛的两场对局。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曹大元老师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四强的两盘对局。曹老，是的，那么这个比赛也是接连不断的在进行哈，往前推进。那么是。昨天是八强，今天是四强。那么看到这个赛场哈，这就个对局越来越少。对，显得空荡了。对，其实这个像李宣豪，因为今天两盘棋我们也不用去这个挑选了，肯定是要讲只这有两两盘盘棋。棋，对，对，半决赛两盘这棋。其实李宣豪和另外一盘这个范廷钰，他们真的是连续作战了。我计算了一下，19天内他们已经下了19盘棋，19天，对，因为前面有这个亚运会的选拔赛嘛，是，但是同时也说明这两位棋手状态是竞技状态是非常好是的，的，他们两位也是双双进入了这个四强。那他们的对手呢？那说上来，他们能够从这个烂柯杯上一步步的晋级啊，应该说好胜负。不是，他们对手跟你刚才说的范廷钰和李宣豪一样，他们范和李也是一步步打上来的，就是这个比赛。对，但他们好像没有下这么多盘，因为在亚运会的时候，第二阶段没有对，参第二加。阶段就是许家杨和党王一一菲菲，没有进入，就是选拔赛的所谓的本赛最后阶段的比赛，他们没有下，没有少下9轮棋了，9盘棋对，是。是，好的。那么我们先向大家介绍这盘呢，是李宣豪对许家杨。那么我们就说李宣豪啊，最近真的状态太好了啊。爆棚，就你刚才说的，就是实际上最近，可能有些棋友也关注到了，就是李宣豪和范廷钰这两位棋手，这个胜率奇高，是，对，他就是。们两位，我看了一下，他们也是今年就是对局数量最高的两位棋手，其中李宣豪呢，就是胜局也是第一位的，胜局第一位，对，所以这个也挺能这个。反映他们这两位最近的状态啊，是的，并且这两位都落选了我们今年就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的阵容。对，好的，那么我们先看这盘李宣豪对许好，家杨，许家杨呢也是上一届烂柯杯的上一冠届军，冠军，对，所以看许家杨和烂柯杯很有缘啊，你看这一届又进入了四强。进入四强不算太有缘吧？我以为你除了上一届冠军之外，可能在之前那一届他有缘吗？之前那届我因为，不是，反正不是冠军。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唐伟昕，比如和三星杯比较有缘，他好像拿了除了冠军之外，还拿拿过到很多亚军，亚军，对冠军对也拿得很多。对，要求比较高对哈。对对。我觉得现在因为这个竞争很激烈啊，能在这种，因为现在我们最近的比赛基本上都按等级分来，都是等级分前32名的棋手参加，所以你能到四对，强就我觉得很不容易。是，好的，那么一位是卫冕冠军，一位是最近状态爆棚的这个李宣豪，是的，哎，我也们来是看一一盘下，精彩的对局。这个是无忧角，不是这个，好像好久好久没见了这个手脚的对，这个形状。是，啊，更多的现在什么这种大飞哈，对，但是其实就这第一呢是平个，对。行小目就比较少，是，这个布局就比较少见，这个挺复古的，然后这个所谓无忧角最近是更为少见了，这个飞守了一个角，对，白棋大飞收脚，啊，然后这个。三箭地下，黑棋的子力好像都是比较集中于在这个上边啊，对，上面这条边。这个棋好像这个开局就像进入了就是不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布局了，对，你这种看这个传统猜，的布局。对，传统非常传统，这边挂。这个开局就是到。现在为止，可能进来都没出现过。对，
因为不是这个 AI 时代的常见布局。对，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许家阳九段也是想要避开啊，避开李轩豪，因为李轩豪在这个 AI 时代他提升的很快，我觉得他可能是比较熟，是吧？是，对这个 AI 研究的比较深。托，嗯。据说李轩豪很用功，最近是吧？嗯，从成绩上确实是能够反映出来的，因为这棋比较熟练呗。嗯嗯。现在用功的话，就是比以前要有用的多，真的不一样。以前用功的话，你可能还会走一点弯路。嗯。你可能方法不太对的话，对，你可能走到死胡同去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的话，有人工智能作为指导的话，你如果用功多花点时间，哦，你本身的记忆力又好，嗯，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相对正确的道路上。是现在的学习的方法跟我们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是，那是不是以前曹老更重要的是这个天赋？天赋当然也有学习方法，但是你学习的东西都不一定是正能量的。有很多有可能是走错路了，是吧？对，并且你要找对一条真的就相对正确的路啊，嗯，就是你可能得花很多很多的你的精力在这里。对，可能前面有一些是弯路，走了弯路。对对，但是就是说你可能还有可能到最终你都没找到正确的路。不是正确。现在 AI 所能给你的，当然你不见得能理解得了。这一点的话，你也要有天赋，也要有接，也要有学习能力，跟接受这个知识的能力。这些是基础。对。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找到正确的路更方便一些。对 AI 的计算的话，举个例子说，比如说现在白棋走这个，他给出你很多很多胜利，他是就推一路就推到底了。那一直到底的话，人类其实绝对没有这个计算力，不可能。那肯定了。对，所以说他给出的胜率的话，我看有的棋手就会认为，我情愿下 AI 给出的，比如说不是第一选，嗯，第二选，嗯，胜率比如说降个三个点五个点，这是我所能掌握的。对，我能理解。前面的下法他理解不了，后面的招法他跟不上。嗯，就每个棋手的风格是不一样啊。是，现在不过好像就是布局的话就趋于雷同了一些。对，确实。就比如说这个右下角的这个下法，这个接着是它是压，对，白棋压，就是当定式的下，当这边是好比是都是黑子的时候啊，白棋就很少来反加了，就应小飞了是吧？不加了是吧？你说啊，不是，就是现在就是下到现在这种情况，它就更多是压了啊，对，不是说因为上面是黑子嘛，它就不怎么来反加了。我这还很少反加，反加就很少场合可以反加这个的，这个特别凶了，是。因为加这个可能比如说他真的走这个吃掉的话，嗯，你再压这手棋可能也处在一个比较松懈的位置。另外有些场合白棋黑棋还可以往外压，嗯，就是黑棋的选择啊，有压有打，作为白棋来说这个子就这个夹击要成立，它的要求比较高，有各种条件的限制，所以基本上不怎么想，不会走这边，想这个很难得。这个压，这个应该是正解。压了之后再接着压。那下一步棋，好像他们也达成共识。这句话黑子是脱先。脱先的。如果说黑棋接着走，首先长肯定是不肯。对，肯定是要搬。要搬。搬的话就怕白棋断，产生一个断点。嗯。这里产生一个断点。断点啊。嗯。在这个局部我是没有研究过。嗯，要让我现在很用功的这些这样的变化都去猜一猜的话，比较难，难以做到。但是我的第一感，黑棋挺凶险的，就是下成这样的话，白棋这个是有个拐，嗯，拐完之后，假如啊这个变化是这样，你爬它长，这个是爬长，现在这棋黑棋是几口气，就是黑棋这个几口气。白棋一二三四五，黑棋是如果白的另一个的话，黑棋也是一二三四五七，
对，那黑棋先下是不是黑的把白棋吃了？对，快一棋。那这个图呢，即便下成这样，我觉得黑棋也不太便宜，就是这样。收起这个打一下，这个全收掉。然后还有一个图啊，就这图，因为当然你要爬一下的话，可能这个地方有种种的利用了，应该。这棋你不能吃这个的，吃这个打吃下这个跑出来，对吧？这个吃不消，这个黑棋吃不消的。这个黑棋有点为难了，黑棋这边还有一个黑棋有问题的，所以黑的应该吃这个。打这个的话，它这个地方可以长气的。哦，这样的话两班长一气是不是？对，如果这样的话，可能真的黑棋气是有问题的。它还可以，这个还可以长掉，在这一班黑棋这气肯定有问题的，这个对杀。然后呢，其实作为白棋来说，说不定啊还有更凶一点的下法，不知道就像这类的碰啊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都有可能有，对，有可能，甚至于这种碰都有可能有，是不是这里有刀啊？对，说不定是有刀，即便没刀的话，爬三下一立，这个棋白棋也能下，所以这棋对黑棋来说比较凶险这个班。所以这个断的时候，好像黑棋就很多时候他是打的下边，打下边，然后呢？然后在上面压。哦，这个他拐下来了。嗯，就不看上面这个配合的话，但是不看这个定型，好像很多时候是打在二路。打在二路再压这个，好像被他拐下来，这个怎么办？然后好像是在搬吧。搬。嗯。搬他爬的话，就这样爬一个就打活了。这黑棋好像。也没空，但是就是因为和这个子有点关系，位置有点关系啊、嗯。但是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子，可能好一点吧，效率会好一些。就是你长我就长，这位置可能黑的有点不伦不类，就是黑的不能选择这种下法，我觉得。嗯。所以这个局部啊，双方都达成了共识，实际上是。我觉得也和人工智能达成了共识，这地方黑的就是脱先，干脆脱先啊，觉得黑的班被白棋断，没有好的结果，这地方，是脱先了黑的，对，这个脱先是正解，但这一代应该怎么下有种种下法，就以前人类棋手的话也有往这拆的，其实拆一个比较符合传统啊，传统的理念，对对。这个打入比较积极，这是更为积极一点的想法。然后这个右下角呢，基本上就是两点见和，是吧？对。但是这个地方居然黑的又脱先了。对，一般觉得搬了的话，就会这里吃掉，是吧？对。他定型的话，哎呀，这棋看好像黑的是可以脱先，你是没有必要一定是要走啊。一样是吧？如果你打靶，我再来吃。对，如果立的话，立的话他接上，你再接又是后手，他就是抢先手就好。他这个地方，白棋下的话，我在看白的下什么？白的下立也不大可能，我觉得他会接。先手活。对，你要补一个就先手活。这黑白棋的话，可能暂时白棋没棋下，不来白棋不下的话，黑的为什么要下一个？对，可能也是不用下。白的下的话，有可能下是这样这里，哦，后外围后，不是打靶这个，打靶这个一个断点，我先打一个这个。打这个的话，你如果接上，我打这个，你接上，这地方是有点意思的地方是这个，我是给棋友们介绍一下，就作为黑棋来说，这个打吃啊。有可能是打在这儿，不是打在这儿。打这个。当然这个也不是太坏的棋，打在这儿就是比较有余味啊。我以后有没有跳？就是如果白棋粘黑棋也是脱先的。粘我肯定脱先。就脱先了。我没看错吧？活的，对，你说吓我一跳。这个如果粘是先手的话，那黑棋万万不能打在这儿。对，那不能跟他客气。就是这个棋呢，会被他立一个，就是说他会顶上先手，打在这儿呢，有点余味呗，以后可以跳。我如果有某种场合，我可以单提。
你如果顶住的话，我就可以搬过去，就是说打这也是一步棋，就是不是一定是拆了这。不这样呢，如果这样定型呢，黑的也没什么，就是白的外围厚了，黑的也是活的，所以黑的这绝不是完全可以脱先。对，就是这棋没问题，这个棋继续是这个先继续脱先，对，速度很快。黑棋是在右上角尖顶。这也是一步大棋，因为比较稍微有点意外的是在左边这个棋形双方都没有继续行子，就是说在黑棋打落以后，就是白的也像没看见一样。这里如果说曹老，这里如果是黑棋先走的话，这个选点大概是什么？黑棋先走其实猜二也是挺大的，这是沦为棋手惯有的那种思路。 对我们那时候学棋的时候，就是老师教导我们说，就是对方是大飞手脚的时候，这个拆二特别大。我记得那会儿还说，大飞手脚的话，白棋拆二对，也是重要拆三，不如就拆二，对，也特别大，就是因为脚步薄，就所以说这个拆二特别大。但是这个地方两位棋手都不理我，是也有点看不懂的。他觉得上边因为这边白棋厚了嘛，所以。黑棋在上面加强一手，这个当然是大的，不过这手棋一定就降胜率吗？我觉得也不一定，不好说啊。我是没查过啊，就是说现在黑的这手棋如果改到这儿的话，到底是到底哪个好？上面尖顶好还是下面拆二好？这个当然特别大了，这是肯定的。有了这手棋之后，右上角这个黑棋四颗子对白棋一颗子这样的一个形状。是黑棋处在一个效率比较好的这样一种形态之中。接下来这边白棋强到了好点。对，这手棋看的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跳出来。对。然后。接下来好像这几步棋是就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对。一个正常的就是人类棋手的思路。对，也是 AI 所能够推荐的吧。这个倒是大家是双方达成一致了啊。对。飞出来。这个是常见的形状。是。接下来黑棋是打入进去。打入进去对。打入进去它其实也。就是说我的第一感也不是说绝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也觉得就是飞过来飞的时候可以挺好理解，就是接下来这个选点不是不会。因为他如果完全不下的话，他会不会怕黑就白棋从这种地方来，这个如果要阻住会不会从这种地方走空呢？觉得空大吗？也挺，我觉得白棋这样也挺好的，也挺好的，效率挺高的。挺好吗？我就是再点，就是还要进了，当然不能任由你，比如说你再挡一个，这是白棋的形态是挺不错的，这块空很扎实，眼位空都对，效率很高，效率很高，可能也是一步大的棋，这力，那他打入的话。我就有一点是觉得不太满意的，就像实战那样，被白棋接在这，黑的下一步棋不知道下不好下就是不好下，因为这个如果是就长，我是觉得好像只能尝试了，只能尝试，他实战是挖了后来。这步棋我觉得只能长，他一定是担心人家粘了，粘了应该是粘了，对。他如果粘的话，对他从粘的话，这个地方呢，黑棋从这里度过啊很难受，不管是走这个走这个，都很难受。你要走这个棋形态也不太好，这样他顶上对。这个好像有点帮白棋补棋。你走这个的话，他也顶上。这个白棋形状其实我们看是比较完整的。走这个肯定也不是棋形，他直接冲断都有可能有。马上冲断。马上冲断，马上爬回来都可能有。对，你要交换完了他也不一定会走这里。对，他就爬回来了。你如果搬我就断了这个。就吃通就行了。然后。白棋也厚。然后他不往这爬呢，他应该往这搬过。但是搬过的话他就拐下来吧。拐下来肯定是要拐的。就拐下来。那白棋其实也不错呀，我感觉。形状还是。也不错嘛，挺满意的。是不是做黑棋来说，就是打的话，去就是拿一点实控呗。那他能够搬呢，这里也增加一点目数。
然后这两个字相对轻处理一点嘛。对，这其实就是判断黑棋，判断一下这个这样定型怎么样。他我觉得黑棋实战变招了，那应该是不是很满意。不是很满意，我觉得也只能这么说。这好像不太成立，我觉得。刚才如果长的话，大概率会像你刚才的图。对对对对对。那么实战，徐家阳九段他是选择的外。这手棋不太成立，我觉得。你如果白棋只能上面打，那他就便宜了，是吧？对他说他便宜了，我也觉得是，因为如果你打的话，我就粘上。他接你，如果还想下来或怎么样，是下来吗？下来会都直接。你要接上。接上，我哪怕再爬回来，便宜了，是吧？不是他这个地方，他可以走在这里。可以吃在这儿了，吃的更大一些。他是好的，是好一点的。所以，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不能走这个，这个我拐下来是先成先手了。但是这个地方白棋实战，他有凶的下法，他打在下边。你长出来，它可以压一下。对，这棋比较困难。这个白棋一个强手，白棋是先打。先打好像也可能也有点问题啊，但是他长的话，他是怕他接住，是不是？他会接住，接住的话，黑的要顶过去，然后白棋就。这么一路压过去，他这地方有个力，他挺讨厌的，特别讨厌。这的话，你得卖这个啊？怎么叫卖这个？卖人家都冲过来，我可能还冲啊？我粘不能粘，我冲过来，对呀、啊，我还冲过来。就说这时候如果打，首先冲这个就断死了。对，如果冲这个，他反冲。就是在你这种地方有子什么？这有一排子，我这个也蛮厉害的。黑棋不太好，也不行，黑棋确实也不能这么下，就是不能不打这个单长，他被他接上，黑的痛苦。但是先打一下，先打这棋形，我觉得许家阳什么地方有误算，有可能这一打的话，这两个子棋筋不能死，是吧？他在往外跑，他实际上是尖在这儿，反正不管长还是尖。白棋都把这个子对这一爆吃，这一爆吃，这个对这两个黑子伤害比较大。是的，他没有。然后黑棋再来扳，反扳还要反扳，这个是他站不过。正子有利，正子肯定这个黑棋不利啊。对，而如果假叫吃，你争不掉这个长，然后黑棋白棋跟着压，这个白棋好，对，然后如果拿不住的话，这两个交换不见得便宜，亏了，因为他把这个挡没有了，所以实战黑棋是单长的时候，白棋也是皮了，也是皮在这里，他也很糟糕，这地方这个子，那这个子也死的，也不好动，黑棋死了不能动，实际上就动不了。如果你如果顶的话可以立，因为这个断打先手，对。那这里好像黑棋这个定型损失有点大呀。黑棋只有盖住，对，是吧？实地损失比较大。那么现在黑棋眼见的就只能以这一代模样的规模来和白棋这一代相抗衡了。不过如果这两个子就这么死掉的话，子效来说应该白棋不会低的。是。他还是要跑，那你看他走这个。他是压。对。本身这个局部的话，本来我的第一感有在这，当然这个东西旁观者来说的话，就这么下，好像就是没什么不负责任了，就外边走一个呗，就是你怎么样走一个，我在这一带怎么样走一个，我不知道走在什么地方好。对，那这个他就要点目了，判断了，对，这样够不够？够不够？然后这块空。还能不能被清消掉？因为如果选择这样定型的话，这个局面好像一下简化了，就是各为一块大空。相对简化，相对简化。但是复杂的话，可能以后在这里会形成战斗。就这个地方，假如真的是很安稳的黑的，如果这上方全部成为实控的话，我觉得这个下法也许可行。但是不一定，这地方黑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他没敢走这个，如果搬出来的话，反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作战肯定摆得有利。对，这个黑棋什么都没下着。黑棋这两个子三个子不是太薄了。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啊，本来的话应该双方势均力敌，大概说这个话应该不过分。这里一个白子一个黑子，这个对吧？这个打入之前应该黑棋先动手，黑棋这两个子不会太苦的。嗯，对吧？现在他从这里出来，白的跳到这儿了。嗯，你现在不可能再在这里冲撞，再把这个子卖死，不可能了。嗯，那么这个子基本上可以看作和白棋的本对是联络的。嗯。然后白棋都已经到这里了，那反过来说，黑的这个模样的规模已经被黑棋所遏制住了。哦、那么已经被白棋所遏制住了。那么黑棋所得的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有个压，这一带有点后位。嗯，这个后位能成多少目呢？是吧？你说他，比如说能成个十目、十五目、二十目，很二十目是看不到的这个价值。那么。作为黑棋来说，它本身亏在什么地方？你看这个子已经被提在这两个子完全无根了，嗯，薄了，并且还要很受累，对，要被白棋攻击。这三个子要制孤好，其实难是吧？挺难的，嗯、而且可能势必会把白棋有一些实力把它这个固化了。对对，要损一些时控。完全没有眼位，对，完全没有眼位。这棋其实这个也是挺勉强的，这种下法很勉强，就是说不是，也许是种胜负的手段，像这类棋，嗯、就但是反过来，就像我作为旁观者，我看见黑子下这一手了，我就知道整个的这个作战从这手打入开始，就黑棋肯定吃亏了。这个时候可能对黑棋来说也没办法，因为这是之前的问题。在这个局面下，不知道什么地方黑的出问题了。反正最严重的问题从这个挖出起因。嗯，从目前来看，这个局势是黑棋比较被动。黑棋看看怎么样来处理了。黑棋其实这手棋也是一种行棋思路的一种惯性。嗯，我觉得是不能从这走。这个地方寄希望于对手从这里度过，不大可能吧，对吧？一厢情愿了 啊对，这地方都有扳，这个下去实在是小得很。这地方我觉得黑棋快点往外走啊，不管什么地方走，总是往外走，赶快向外出头是吧？比如说这里，嗯，比如说往这里出头，嗯。比如说往这里出头，比如说往这里出头，这个都是不错的点。当务之急是吧？哎，总之就是赶快出头。因为这个棋你看，李炫豪下得很漂亮，他反过来这个地方耀眼里给你反戈一击，这个黑的很难受。其实这两手交换，白棋也亏了，黑棋也亏了，这手棋没有价值，挡下去太小了。嗯。实战他是点这个，点这个就更强硬了。你贴的时候，他还是贴，他就补住。哎，他很清楚啊，我觉得黑白棋的思路很清楚啊，嗯、是啊。你现在如果立，我就往里尖尖，这黑棋怎么办？这个也不能被接，这个、也不能被断，这个棋黑棋不太好办，难受，确实不太好办，难受，嗯。啊，他现在往这走。试一下硬手啊！嗯，不管怎么样，他还得先做活，这棋死了就没法下了。那是没用啊，这个好像也没看不见有用啊！啊，他现在把这个断这个，制造点机会，嗯、对，制造一下头绪。啊，白棋把这个扳过。啊，白棋倒是不能断这个，断这个被吃死，被这么一次吃死。要断这个，这里一打，这一打，你长我就粘住。嗯，这死了，所以。他现在搬完马上就有这个断了，跳，顶住，接住。嗯，他先打吃一下。啊，打吃，对，这打吃是黑的权利。这个必须要补了。这个黑棋下边、嗯、这边就算顶的话，白的跟着一爬，他还是没有两个眼，一个眼。顶我爬，对你吃我就可以跑出来，对，破
破眼的话，你就一个眼。嗯。所以这地方黑的还是需要这里再做一个眼出来。啊，这地方白的下的挺清楚的。你假如长的话，嗯，我就一路就顺过来。因为这地方脚部黑，白棋太厚了。嗯，他这里走一排下来，这个地方白的成空。这样黑棋如果要活的话，先顶。对，白棋爬了以后，可是白棋也不见得来破白棋当然不破了，对，先不破。什么时候把这边我走的话，你还没演，所以确实挺苦的。挺苦的。你现在如果，假如这个时候黑棋如果长的话，他再贴，那就贴。如果你长，我就接着贴哈。长接着贴也行，飞也行，贴也行。嗯，这个棋黑棋苦啊，所以这地方黑的就反击了。这个地方反击的话，会形成什么结果？断，然后再断。啊，那现在如果这个子被白棋吃掉，一种转换的话。白棋不跟你正面战了，白棋就走这个。啊、哦，白棋倒是很灵活啊！啊，你吃这个的时候，我不要了这两个子。对，他就跳是吧？对，跳。嗯。哦，他这两手棋，这白棋之后下面这个白控，不错，嗯，白控是不是基本上已经实力化了？那还好活吗？黑棋那不是。这地方它是这样，我就正常的分寸上来说，应该是白棋实地化了。嗯，但是如果白棋实地化的话，黑的空肯定不够，所以黑的肯定是要来捣乱，必须得进去啊。嗯，这个所以说还可以有胜负。嗯，跳，白棋下的真的是很清晰啊，这个、然后现在把这个抢出来。这个不走的话，白黑棋一顶是吧？对，黑棋有一顶。对，所以他把这个。我如果盖住的话，我还有一顶。他盖住，他是不是就？不会补了，补他干嘛？嗯。好一些，好一些吗？也不见得一定好。不过这个白的是看着先手走了是没坏处。嗯。嗯，果然黑棋。啊，这个是黑棋的胜负手。必须要进来。嗯。反夹，其实这地方有点变化。不过就算简单的下黑的就能活吗？我觉得也不一定。不知道黑的是连败还是长。嗯。连这样黑的下面能活，我觉得也蛮累的。总的来说，是不是还是白棋的？是这个不就是杀棋的可能性大？实际上，白棋这个已经稍微有一点点退缩的意思。不过，就是说走这个的话，作为白棋方，他也没有看到黑棋就能成活。嗯嗯。最狠的当然是上班，作为黑棋来说。总是要在里边搞点棋了，对，不搞棋的话肯定是不行了。这样子白棋下法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给自己留一定的余地，是吧？留余地，他下面把下面的空呢，还是黑棋有所保留的，好像可以下下啊。我们看看他实战这里靠，对，靠了跳。这个地方不确定什么时候应该断一下，什么时候断一下你叫吃，因为你现在不能接吧，接我一蒸掉就把你蒸掉了，嗯，所以你得吃。这地方呢，假如我这个两下能够走到，我再跳这个，这似乎也是有点眼位的。对对对，因为这个地方我还有个压，这地方这个有点眼位。对，这空间好像眼位的空间好，慢慢的这个就搭起来了。对，这个地方可能黑棋应该找个机会断一下。黑棋现在就单跳，也还行，嗯，单跳的话，这个也是个棋形吧，嗯，这个白棋也是要把它罩在里边，就是这个是一个罩，黑棋是蹦冲了一下，
看看它后续下成什么样。这种畸形的话，本身是走这个是种畸形，但是不一定好啊。嗯，就它可以，也可以这么冲断你，笨笨的冲断你。哎、嗯，所以说反过来说，你先冲一下，如果你就是黑的是不准备搬这个了，对。搬这个它也会断，就是说它是断在这边的，它就是它就准备这么断，黑的就准备那么下啊。白棋走得很扎实，他现在打过来，如果这是先手打过来，他现在是个先拐，他拐啊，拐是先手、拐是先手，他长了这地方，他现在打是不成立，这个地方打的话长冲，他可以先打吃这个，这个黑棋有用吗？上次好像没有吃掉啊，这边多一个打吃也没用，多一个打吃有用啊，多一个打吃有点用、啊、多一个打吃有什么用，一个打吃为什么有用？多一个打吃啊、也冲不出去，他也打在这。这个呢，黑棋怎么办？黑走啊，他有这个，他有这个啊，还有用。对不起啊，他有这个打吃，有这个断、啊。这个断。嗯，这个啊，这个棋黑棋还是有棋。对。啊，因为这个不能、啊、原来这样，不能被争子，不能被争子。对，这边吃的话，这边反打一耙。哦，原来有这棋。嗯。哦，那黑棋可以跟这边冲断。对，这个你不能吃这个了，吃冲它只有走这个，这个被蒸掉了。哦，有这个啊、哦，这个黑棋还可以。哎，那就说打吃的时候，因为有跟下边这个冲断有关，所以它不能长了。不能长。但这个断打也不能不要啊，可以不要吗？不能不要。不能。什么时候能断打不要？不可能的。嗯。长打长走，我打的时候。打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单走回来、啊。他就连回来就行。他就连回来了。哎，啊，不行。他就连回来了。他这样，他现在不打吃你，他又单长，他就连回来了，见合了，这两个点就见合，对，这样子啊，是，那打的是不能长了，是吧？暂时不能长，哎呦，不能长，还黑的还是成功了嘛？对呀、啊，白棋什么地方可能有问题是？白棋是哎，打吃啊，吃这个，吃这个，他是。吃这个的话，你如果粘， yeah, 对他这种转换，我就提粘他提不提，提不提他走这个他也可以。嗯，其实对一样的，其实他单走这个意思也一样，单走这个白棋黑棋也不能下了，下午就跑出来了。我现在断哪呢？断了他可以接，就接住了。你要走这个我还可以跑出来，是吧？嗯，一个意思就是现在走这个跟走这个就是一个转换、嗯、哦，转换这个棋好像它空也挺多的，是吧？它提掉再立，对，因为它现在接的话它就立就也行了，嗯，实际上一样，它要提跟跑出来，实际上打不打都行，是吧？单立也可以、它这是个转换，这就是个转换。嗯，黑棋出头，但白棋把空转到这边了，哦，这几白棋还行，嗯，也还行，空也相当多了。嗯，现在是黑棋把这个退出来，这个本身带着木了。哦，这个木不仅有木，这个白棋现在有点啊，黑棋要反攻了，是吧？不，那白棋盖白棋下，大概问题不大。这格子空间太大。这边这本身也是有眼位的，这个顶一顶。他走这个，
这个本身地很大。啊，这里它等于是不是压了是吧？现在这个中央价就变小了，这下就没价值了。没有，因为这个已经飘在这里了。对，你压跟我再进去一步地的话，肯定没用了。对，选择了他可能先不要压了。嗯。这个白棋还是不错，失控还是不错。然后是，搬这个，这么来收啊？搬这个，吃，粘住，提掉。但是这样的黑棋还需要连一手。哦，这样子先手是吧？连手就这多个子，这一带有点用，这一点也把你点死。这样的话，黑棋顶应该是先手。嗯，对，白棋肯老老实实做眼吗？不就做眼了，做眼了，不做眼好像不行吧？不做眼是不行，不就一点，就是会不会走这个有没有好啊？就是更积极一点。对。向外寻求眼位，简单做眼，因为不走被黑棋一点，就是只有一个眼黑棋。是，理论上说，如果你走这个，我一点，你大块也就是一个眼，就是靠外边做个眼。不过，黑白棋比较老实，白棋是不是觉得现在形势还是可以的啊？可以，没必要，没必要冒险。判断觉得还是可以的，占一个稳妥。因为万一这一带被黑棋多几个子的话，你拐出来真的在下一步你不见得能做出。就这两块有可能被缠绕攻击了。缠绕攻击。他现在已经开始就单方面攻击也从这下了。你看他跳。实战这棋怎么样啊？白棋如果说顺利做活是不是形势不错呀？对，我也觉得是这样。黑棋因为眼见的空啊不太多，但现在黑棋全局变厚。全局变厚，主要黑棋也要看看对中府这块白棋能攻成一个什么效果，攻击能够取得多大的这个成效。白棋实地已经有55目样子了。黑棋呢？黑棋好像没有。黑棋好像没有。啊。黑棋是这么点，这是在收控了，他是然后再飞，飞跳到这里，也是特别想点他一下。点到这儿啊、哦，想吗？这个比较凶。难道黑的现在要是能，如果能成立的话，给你点到这儿厉害啊！哎，点黑棋是怕什么？黑棋怕什么？黑棋怕加吗？加这个。怕吗？怕吗？不知道。他可能有一点点怕。我就冲了。但是冲我挡住。冲我挡住。哎，他还有机会走这个。对，我还是想先拐一下。如果直接打的话被搂一圈，我能不能先拐？他顶住。那现在再打。打。再打。啊。对呀、啊，还是有用的，挺厉害的，挺厉害的啊、嗯！这打吃就如果滚包没什么，滚包没什么用，没什么用。你吃这个粘这个被一断，粘这个被这里，这个子能够被蒸死了，这不行吧？这白棋这还有两个断，是啊是啊，有问题、啊。为什么不点他一下？我们什么地方没看见有吗？他无非是什么地方加一加，飞这个，就压呢？也许飞这个有先搬一下吧，否则不叫棋，不过我可以搬出来，搬出来。
我这看是不是还能拐一下，拐这边倒出啊，拐这个，对，来。可以。是啊，好像挺想走这个。对，点一个好像挺点严一厉的啊。个跟他借交换，我总便宜是吧？这边是警乐器出来，情况是不一样，倒是。对，他那如果要解释的话，是不是就是有点担心这个？对。害怕对自己有影响，但问题是现在把黑棋这么收控够不够啊？对，问题够不够？可能也，就是黑的也觉得还能收，是不是？对，这就是判他觉断。得还能收。如果觉得他觉得这么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哈，也是一种下法。如果跳着形势他跳，实不战太是乐观的实战这样，话，那是不是就有可能是有个还手？接回去了，嗯。这样黑的黑白棋就算活了。21，这个走在这儿，收控了，已经进入大关子。这个棋他还是要走一个的，反正目也挺大的，他有点担心是吧？这地方接上以后，把这一断。受着气呢，对，万一要受不太气是，舒服，所以他只走一个，那现在就不怕了，一走就活了，而且现在这儿是不是还是瞄着你，对，瞄着这个冲断，厚，有点对，很厚，厚，然后白棋，对这块棋也会有帮助，对，黑棋跳这个，哎，那就收控了，收控了，是，白棋。靠在这儿，团。哦，这个地方是还要出棋啊，他还要能靠下去的白棋真的是挺厉害的，白的还能跳这个，没想到哎。白棋真的，黑棋总是要拐出来这吧？棋能成立白棋。厉害啊！再靠，这靠是不好棋。这个你如果立的话，他因为这个有个冲，对，冲了一个扳，对，太容易处理了。就现在，因为粘到这块呢，是眼位是没有问题没的，问题没了，有这问还有题的，冲吗？对，所以他不用担心把这里受影响，就可以专心是吧？专心处理上方，对。靠的时候。它不能被扳，它立了。哦，这样啊，立的时候，太白棋一冲，冲，白棋一冲。如果黑棋挡，那么白棋可以把这个二字头扳住。这一扳，上面好像基本上是活形。对，活行，这个肯定有问题了，这个活的话，这个时空被打掉，黑棋的控这样形势。黑棋不太好，对，不太好。就但冲是的他已话，经没应手了，冲。冲的时候黑棋现在是长在这儿了，那这个被冲下去了。对呀、啊，你现在这个不接，跳的话，好像被他一冲，这个味道也挺坏如果说要补的。这个上面本来就有点，这个冲的话它得挡住啊，是吗？他可以扳一下，你怎么办？对呀，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没，这怎么办呢？应该还是接的，这个味道还是接还的，接的，对。对，还是能接。然后黑棋、白棋现在完啊，搬。这个白棋总体上还是成功了，这这里突里，破进去了，这虽然这边损了一些，对，这里有收获挺大形成一个转换啊，我们现在是跟他棋局同步啊，这盘棋手术进行的比较节奏比较慢，比赛是中午12点开始的，每方两小每时，方两小不时，也不算太慢，每方两小时嘛，就是，现在4个小时还没下到，对，有一方应该是，如果说时间均衡的话，应该都没读秒，对，不均衡的话应该多秒了。不过对。刚才好像说许家阳的时间用的比较多，估计许家阳是读秒了，许李家宣豪阳可能其没读秒，实对下棋是相对比较慢比较的，慢。如果比较慢，应该是读秒了。对，许家阳他们叫他慢羊羊，
就是因为它下的慢，才叫它慢洋洋的吗？有可能。哦，是这样啊。其实他们小伙子给起的外号都蛮有挺有意思的，对，因为很熟悉嘛，啊，这个从小一起这个成长起来的是吧？嗯，相互之间都很了解。对，许家阳这个99年出生的，秦皇岛人。啊。哦，上一届的冠军，但是这个四强当中碰到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的李轩豪也是，哦，现在碰李轩豪确实是很难下，我觉得。那李轩豪最近真的有点疯狂，可以说是这个胜率啊，都是。这个亚运会第一阶段是7连胜，对，7连胜第一名出现是。然后在这个第二阶段当中也 是赢了几盘，赢了5盘还是4盘出现了。嗯，第5名最后是选前6嘛。啊。嗯。但他应该是提前的。那就赢5盘。应该是对他不应该不是到最后一盘。再赢5盘嘛，就是赢5盘。赢5盘也很厉害了。很难下，因为第二阶段10位棋手，其中有5位是等级分前5名。然后这后面5位是你从第一阶段就是等级分前21，对，差不多应该就代表了我们中国最顶尖的10位棋手，对，并且他下的是一个单循环，嗯，这样的比赛我们以前的话我们还有循环圈的比赛，对，循环圈就是单循环，每个人就轮流下一盘，嗯，现在因为目前这个节奏啊好像不大容易安排这个循环圈了，嗯，是，但是这次选拔赛因为一个是因为就是说很重要，亚运会也很重要，对，另外一个也确实近年或者说近期面棋的机会特别少，对对对，几乎也没有比赛，所以这是以赛代练吧，我觉得对，这是，啊，这个所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吧，对，亚运会也是就是这些20多位棋手，嗯，还包括还有女子棋手，女子棋手，啊，对，就是大家一起在衢州这样的一个相对封闭式的一个赛场来进行选拔赛，不容易，在疫情期间有这么一个比赛很不容易。这个选拔赛之后，好像就间隔了2-3天，紧接着就开始了这个烂客杯。这个比赛第一轮比赛是22号。嗯，22号。对。22号吗？对，22号开始的第一轮比赛。3、4。对。嗯。当中休息了一天。哦，好像22或23。嗯，这个衢州烂客杯的22号开幕，开幕式22号。对，衢州烂客杯的冠军，国内冠军好像有一个拿到了这个直通车，可以直接入围这个衢州烂客杯的世界大赛。对，哎，他的杯名两个有点不一样吧？这个我们这个就叫国内就叫衢州烂客杯，那个好像是不是就直接叫烂客杯啊？还没开幕啊，我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今年是在衢州是新增加了一个比赛。对。对。因为衢州现在对围棋。增加了一个世界比赛。这个力度很大，支持力度很大。对。在衢州也诞生了中国首部的这个围棋法。嗯。是政府颁发。法律，对。嗯，棋手应该在衢州待了有20天了。对，18号去了。不是，加上亚运会啊。对，是啊。10号开始的。10号开始比赛。哦，不对，我是18号去了。哦，8号。我口误。啊，哦。8号去了。对对。还好就是他们是在一个赛地。没有这个来回的奔波，如果再来回奔波的话，嗯，这个19天19盘那就这个强度就太大了。19天为什么有19盘，就是有很多天是一天下2盘的，对，上午一盘下午一盘。亚运会刚开始第一阶段是1天2盘，一天双赛。对，后来也有一天双赛。嗯。因为亚运会选拔赛规则是每方1个小时 ,30 秒的读秒。是。所以比这个烂客杯这个比赛用时要快。嗯。这个是每方2小时。这读秒应该是1分钟的吧，这个，一分钟的，嗯，对。60秒一次。他白棋跳一下之后压这个。嗯。这个是他的实战。他现在拐一下打吃。嗯。现在应该是白棋形势不错的。嗯。他跳点。啊，李轩豪9段这最近真的是状态太好了。
跳点的话，这就威胁着黑棋整块的眼位。嗯，立。这棋要飞了吗？飞点了吗？这是不是要打一下？要打上了？打得着吗？嗯嗯，我们现在等于是跟他们同步，同步了是 吧？啊，嗯。曹老，要不要趁你这个他们思考时间，我们也判断一下形势？好的，好的，好的。嗯、我们看一下白棋的目。嗯，白棋这个就算它是一二，全算点目了，就这个它要算提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这块棋，这块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十五，嗯，十五目肯定要强的，十五就哎这块是多少？刚才说三十三，嗯，重来一遍，别忘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三，对了，三十三，三十三加十五，四十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嗯，五七、五八、五九、六十目肯定有了，嗯、白棋现在有六十目，肯定有的，嗯，黑棋现在黑棋这块是基本控，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十五。二十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三三、四五、四十八、四九、五十、五一、五八、五三、五四、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四、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嗯，对，要细是吧？细是黑棋要听墨，现在对，刚才白棋也是六十，六十多了。你看点的是六十，啊。这个、33三十三加十五十八，嗯，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七五八五九六十六十一，嗯。但是白棋是不是厚一些呢？嗯、白棋厚，它这边也没有黑棋，这也有一些。对，这个还没点。嗯、那这一带是厚一些灰，嗯。这个是它是叫吃，它走了个比较厚的，它把这个提掉，它没有提这个一样。Yeah，还提这个好，还提这个好，提这个好，这个是味道最好的，最干净的。走这个，它接上，接住。嗯，这地方是有点薄的，嗯、就是说白棋来说，应该是应该能下到这个地方，白的下的话。对。啊，他还要补吧？嗯。黑棋假如能够把这一带收一收，这带也不好收。但是这边他不管了吗？这两个断点有问题，肯定是要管的呀。这要怎么补？不能不管呀。他还是补了、嗯，把这个连上了。这个补了，这个还是厚、这个把这个要解消一点。想了想，还是补回去了。上面打吃。这样他啊，这个打吃是先手。嗯，这个黑的没马上接是吧？这个说明黑棋夺秒了。嗯，应该黑的是接上的。然后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好收的了。现在走这个好像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有这个关系，它一贴，嗯，你过来它就捋过来就行了。但是它冲起来也就算。黑棋目也没有涨多少。没有涨多少，嗯、对。而将来黑白棋这里是都有点先手是吧？对，因为你这边还欠一个段要接上，所以好像黑棋欠的目多一些。这地方一加会加死吧？啊，这里对，那这里还有几目，对，这个要，嗯，但他如果粘回来的话就没有加了。哎，我粘回来我可以挤是不是？可以挤先手。哎呀，挤这边多一口，挤了一口气跟这边有没有关系？跟这边死灰有没有关系？有，现在上面现在别搞到这块棋眼位有关系，嗯、这个地方对不能给黑棋搬进去。对，哎，还没有落子是吧？这个粘，这个应该是一个一分钟多秒，对，还会粘，应该是一个打僵的时候，对啊。我们现在看不到双方的用时，从这里来推断，吕先豪这个。
推断应该是黑棋进入赌场。状态真的是挺不错，对啊，本局我觉得他也是发挥了很好的水准。其实一方面说他状态好，其实肯定还是水平啊，这东西更多是一个实力啊，对吧？肯定是长齐了。对对 对, 对。就我们常说长齐了。是是是。嗯，是的。所以现在在这个 AI 时代啊，我觉得这个棋手的成长的这个规律好像也有些不一样了，有些变化，有些变化了。嗯，对。就包括不要说职业棋手，我看很多现在有是业余棋手，嗯，业余高手啊，啊，自己也很喜欢用这个 AI 去那肯定用啊，不是也想棋？不是业余高手，这个业余的不算太高的高手也可以用 AI。嗯，不，我说他们还长棋 啊，对，会是会长啊，对对对，就。而且年龄可能也不，嗯，也不算很年轻，对，依然可以提升。是的。所以呢，所以对这个爱好者来说，可能有 AI 还会任何时候都能提升自己啊。对，他这个打吃了一下，这个棋白的又走了一下，嗯，这个是白棋的全力，对，拐过，嗯，这个糊过来，嗯。在黑的贴木是肯定比较累啊，肯定很累很累，很累。这个地方多少木？黑棋和我们刚才这个点木相比，没有，并没有什么增长。黑棋倒是好像那个。65目倒也是有的，嗯，我刚才点就是大概65、66目啊，嗯，但白棋是不是有涨？白棋有很多暗目涨嘛，这个地方如果给它算满的话，嗯，1、2、3、4，刚才是点了四目，这里刚才这个没点啊，这个没点，是这个一二，这个也没点，这个也没点，嗯，1、2、3、4、5、6、7、8、9、10、11、12，嗯，22，嗯，26、27、28、29。三四五目吧，这地方会走。对，还有当初还没点。对，啊，哦，弯过来。这个算是先手弯一下，接不接呢？这是一个问题，不一定是要接了吧？白棋走这个也有可能。走这个他就冲过来。不，黑的顶一下再冲掉。嗯。接上啊，接上被他点到这里来，这白的也不太舒服。对。啊，嗯。不，我觉得木还这个大呀。这个棋我们现在看起来啊，嗯，可能还要收一会儿，是吧？肯定是要收一会儿，但是现在形势肯定不是，是白棋好，优势挺明显的。是的，黑棋贴木，负担太重了，嗯，或者说黑的是负担不了的，这，嗯，是。经过形势判断，应该现在是，嗯，白棋李轩豪有就是晋级决赛的可能性比较大。嗯，啊，对了，是。对，但我们因为还有这个四强，还有另外一盘对局啊，曹老，我们要不要这盘棋告一段落？告一段落吧，啊，我们就暂时姑且判断为，李轩豪占优，或者说正常的话，李轩豪会获胜。嗯，好的，那我们就稍作休息，过一会儿我们看另外一盘这个四强的对决。嗯，好，一会儿见。也许你无法。